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马云飞，回家了？嘿，慢走。再见，慢走慢走，几位，慢走。回去吧。哎，高寒，高寒。嗯。怎么了？这一路闷闷不乐的，啊？我真没事，就是累了，我先去休息了。哎，云飞。哎，志博。怎么样了？帮我拿一下。那个人呢？死了。死了？对，临死之前啊，一直叫什么齐南征。然后高寒呢，就一直闷闷不乐的。哦，帮我挂一下，我去看看他啊。行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。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。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？嗯，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？酒井来重庆了，5号的人太难对付，加上军警赶到，我们只能撤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。是。军统现在什么反应？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，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，很麻烦。少佐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必须马上清除障碍。您的意思是？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，先干掉他们。九九少佐，这里可是重庆，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。怎么，怕了？属下不敢。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，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，不好下手啊。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。是。云飞啊，看来没那么简单啊。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，那事情就严重了。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，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。不光是高寒啊，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？需要帮忙的呀，这见过吗？没见过，我眼拙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么稀罕的东西，你当然没见过了。知道吧？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。你们家掌柜在吗？在。拿去，让他给看看。好。老板，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。怎么这么烦呢？你看看，这东西挺稀罕的。啊，哪来的？小声点，人还在外面呢。哎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？你知道什么？外面正查这东西呢，谁要是藏了，那会掉脑袋的。赶快去报告。好，去。哎，那不是害人家吗？哎呀，叫你去你就去。好。哟，久等了，先生。怎么样，看好了吗？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，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。您是哪儿得来的？哎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我这东西哪儿来的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哎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，我还真没见过。哎，还废什么话呀？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。你没本事，有的是人有本事。哼。哎，先生，哎，先生。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值不值钱？扔了得了。别动！别动！举手来！举手来！兄弟们，认错人了吧？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别动！举起手来！兄弟们，
误会。少废话，把手举起来，快点，快点举起手来，快点举起手来，把手举起来。别开枪，别开枪。人呢？在第一监狱关着呢。这个人，你给我看住了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嗯。报告。北车，我要立刻去见委员长。是。军工所所长赵仁环现在在哪儿啊？他这两天闭门不出。你去告诉他，枪的问题解决不了，叫他提头来见我。是。为国家，那何曾？半日闲空，戴局长，戴局长，请留步。什么事？赵仁环开枪自杀了。什么？这是他留下的遗书。知道了。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我告诉你，长衡会战的失利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不听什么解释，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，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，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？我不管，你必须要给我解决。校长。哦，雨农啊，你来得正好，长衡会战的事你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。校长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。什么？自杀了？这是他的亲笔遗书。校长，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，卑职难辞其咎。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，卑职实在无力担当。既然辜负重托，不如以死谢罪，以告慰长衡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。了，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？校长，
您看这个。嗯，五金。嗯，有了它，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嗯，好的。老大走！哎，快走！滚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为什么关我？你给老子滚！别关门！别关门！把门打开！给我说清楚，为什么关我？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，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起来，小子，敢说我找死，我看是你找死吧。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？哎，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，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。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？想关就关，想放就放啊，出来给我说清楚。何金，王八蛋，开门！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开门，王八蛋！行了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？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，你们也敢随便抓？哎呀，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，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，当成是旅馆啊？何副官，别闹腾了啊！实话告诉你吧。要不是我，你别想出来。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？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？你们军统没事干了？能干点正事儿吗？啊，老于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手头紧，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，我还不干呢。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。破铁筷子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连戴老板都惊动了，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。这真的？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？哼，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。小韩，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，一半留给你，一半我带走。看到它，我就像看到你一样。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，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，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。起来了吗？高寒，高寒，吃早饭了，我进来了啊。哎，你都起来了，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我没听见。哼，哎，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，吃吧。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嘿，怎么了？我有点事儿，出去一下，我走了。哎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
我是，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。嗯。博士，嗯，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，我不想让他误会我。高寒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多加小心。嗯。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。哟，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？我有事儿。真跟你急啊！知道是。老于，哎呦，来了，博士，里边坐吧。啊，好。哎，伙计，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？一帮朋友请我喝酒，不去不行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哟，马云飞，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？啊，来，我看看。我当横刀赴战场，爱国铁肩男儿扛，高天云鹤扶摇日，寒梅傲雪扶暗香。写的不错呀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首藏头诗啊。藏头诗？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。我爱高寒，写的不错呀，你小子长学问了。我没那么大学问，看看，看看这落款是谁？齐南征，这小谁啊？想找死啊！志博，你看看，又是这个齐南征。嗯，齐南征。嗯，怎么，你认识？对，我就是为他来的。哎，水果，新鲜的水果。老乡你好，跟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啊？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？往里拐就是了。哦，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水果，新鲜的水果。啊，好，就是他，跟上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这块乌金是齐南征让人带过来的，对吗？不错，当年水警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，途中和日寇遭遇，为了保护这批乌金，水警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，最后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，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，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，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，连日本人也在找他。哎，老于，你说了这么半天，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呢？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，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。这东西那么重要呢？非常重要。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，长恨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，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，早上军工署署长也为此自杀了。嗯，坏了，怎么了？高寒有危险，
有危险。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。什么？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？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，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，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，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。哎，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？戴笠咖啡馆。咱马上去那儿。老于，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。我明白。到了，小姐。那就是戴笠咖啡馆。好，不用找了。哎，您慢走啊。小姐，您想买点什么呀？选一个吧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用了。把手举起来，快点！齐南征是吧？跟我走一趟吧。
先生是在等人吗？啊，你们几位是？是在等高寒小姐吗？对啊。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？是啊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是高寒的朋友。哦，啊，来，几位请坐，请坐。哎，高寒呢？他怎么没来呀？高寒一会儿就到。哦，齐先生从哪儿来啊？啊，从浙江。啊，这就对了，江南出才子啊，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得那么好。没错，哼，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，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。哈，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。哼。别着急，齐先生，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啊，几位稍等，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。好啊，你们坐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嗯。酒井少佐，这是干嘛？据可靠情报，上午10点，5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戴笠咖啡馆见面。我要你假扮齐南征，把这个箱子在10点前放在凳子底下。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，它的爆炸威力足够把5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。可是问题是，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，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？这你不必担心，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。照我的吩咐去做。是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？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，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，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。你马云飞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？啊，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征到底是谁吗？我得过来看看呀。不过高寒，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？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，我都不带着急的。你说我们两个人，嘿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。行了，马云飞，别在这胡说八道的。哎，高寒妹妹，这回啊，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，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？啊，长得呆头呆脑的，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？抄的吧？哎，何健，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！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，对吧？哎，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，这报纸都。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？他人呢？上厕所去了，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吗？志博，志博，不对，有炸弹，快躲！哎，啊！哎，你跟这种人约会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追，快点！
军，那边。让开！哎，你怎么撞人呢？闪开！闪开！干嘛呢？闪开！闪开！哎哎！想跑啊？你还想炸死我们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。哎哎哎哎哎！哎，怎么样？已经死了，嘴里边藏着氰化钾。高寒跑了，属下无能，属下该死。无能，饭桶。究竟少佐，请息怒。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，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。有了这个，应该就好了。老爷，怎么样？你说的不错，嘴里藏了氰化钾。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，比如证件什么的？什么也没有。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。你们过来，我让你们看看东西。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兜裆布。嗯，是日本人。对，既然这个齐南征是假的，那真的齐南征在哪儿？真的齐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。嗯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，我是马云飞，他是何坚。齐先生好。高寒？什么高寒？你们认错人了吧？快停车，让我下去。齐先生，现在下去会很危险，